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由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与天主教会花莲教区所共同主办为0403地震宗教祈福音乐会太平洋左岸的音乐祝祷，致敬大地之母和谐与重生的乐章。开巴朗天宇舞团，他们是一支来自花莲县光复乡的阿美族舞蹈团。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欢迎天主教加托圣乐团来为我们来演唱。天主教代表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为我们带来一段祈愿祝祷，在这一刻我们将一同祈求平安。大自然的运行有时候造成我们的灾难，带给我们死亡、财务的损失，甚至于心灵的恐惧跟不安。耶稣告诉我们，面对这些灾难，除了祈求上天平息这些灾难之外，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要借着人们的大爱，互相帮忙、互相支持、互相关怀，来克服这些灾难。我们现在将要由佛教代表为花莲祈愿祝祷。慈悲伟大的佛陀，我们虔诚地向您祈求，希望灾情不要再扩大，祸害不要再发生。每一场的天灾使我们更加明白世间无常，国土为碎。而紧接着我们将迎来今天音乐会的最高潮，我们的大合唱祈祷。那么我们通过声音来表达我们对于花莲以及所有受灾地区的深切关怀与祈福，愿这一支合唱每一个音符都如同光明使者，传递希望。